翻嘅嘢喎。係，其實大家都有版你睇啦，望到郭富城同我就知邊個靚仔啦。佢到今日都咁有型咁靚仔嚇。而家除咗佢自己敢話自己唔靚仔，冇人敢話佢唔靚仔噶。因為佢真係由訓練班到而家都咁 fit 噶。咁同埋喺我心目中，佢永遠都係我哋香港嘅舞台王者，跳舞又好睇啦，又有型啦。隻眼咧真係幾迷人嘅，男人都俾迷到嘅真係。但係真係佢嗰時真係有想講到佢話你最靚仔。冇講，我睇嗰條片，佢只不過係話同麒麟文龍同我兩個名講嘅啫，佢冇話我靚仔，即係當年有冇導師講我又唔知道，因為冇人同我咁講過。但我覺得我哋當時訓練班其實個個都靚仔嘅，因為入得訓練班，公司揀得嘅一定係靚仔㗎啦，五官端正。咁你話即係我覺得靚仔就，我覺得其實五官端正、乾乾淨淨就靚仔。咁樣其他其實有啲可以叫有型嘅，不過我哋嗰期就大部分都靚仔嘅，以我記得嘅全部都靚仔嚟。我比較差啲嘅啫，我只能夠咁樣講話，我比較差啲嘅啫，我唔認我醜樣。嗰時候文龍係咪殺曬你啫？文龍到而家大家都見到啦，都係都仲係咁有型，咁即係其實我覺得 Aaron 同阿文龍都係好有成熟男人嘅味道嘅，同埋兩個都係咁有型。你話靚唔靚仔，我覺得就真係個個都靚仔。咁你話邊個特別啲靚仔，各花各眼啦，但係絕對係唔醜樣，放心。我又不知道 Aaron 怎麼看，但老師你說老師說他我又不知道，或者是下個我看一個訪問的老師叫他做一些戲，現在可能當時的老師是借一些椅子來鞭策他，那證明了他是成功了，你想想影帝都拿了是吧，毋庸置疑啦。包括現在我都得閒有時打的以前訓練班的趣事其實有時撞回老面大家都會講一下的，即是你刻意想又不會的，因為大家都各各忙，同埋訓練班其實都過咗咁多年，即係你話刻意去諗就唔會刻意嘅，不過大家聚咗頭就會傾下講下咯。